点赞及长按点赞三秒的朋友，早日脱单，一切顺心。快乐是当晒熊猫，梦想就变成太阳，鼓起眼睛看水吧。从阳上落下凉鞋，我闭上小翅膀，就能飞向太阳。兄弟们，以后选专业一定要选一个喜欢的，最重要的是妹子一定要多。这喵喵真白真好看。喵喵喵喵喵。公司新活动为香蕉，期待大家的表现。嘿嘿，我先弄进去了，我赢了。有人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理吗？这都不明白吗？远小近大而已，连小学生都懂。自动驾驶的时代，睡醒一觉就能到达目的地了，真方便。你确定不是睡醒一觉就到达目的地了？听说 B 站的观众都是赌春秋的，我就不信了，这样的身材脸蛋还重要吗？你想变成什么样？你问我老公吧，他喜欢就行。什么变化呀？现在就是他喜欢的样子。情理之中，又意料之外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死法总比活法多。这波我随200。假如小时候我有这把神器，我能玩上一天，上学的路上绝对寸草不生，没有一根草可以抬起他高傲的身躯。拜托拜托，点个赞再走。